这种程度可没法让我开心呢。拜托，再认真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尽你们所能好好取悦我呀。玩具要是坏掉了，可要被丢进垃圾堆里了。我们不会倒下，我们还有很多。听，观众们的呐喊声、鼓掌声，这场演出会继续下去，直到最后一幕。好啊，只不过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，需要你们用命来付呢。话虽如此，这群娃娃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一个个神出鬼没的，还不怕死，从这里丢下去又会爬上来，干掉一只蹦出来十只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他们？东躲西藏的，不会真的要干掉一千只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差点陷进去了。我是被那个笨蛋传染了吗？怎么开始思考这种问题了？我连自己是什么都不在意，还关心这些家伙？管他是什么东西，给我死！你逃不掉的，剧目已经开始，谁也无法离开。螃蟹、水母，天哪，你还能召唤量子之眼？可爱的小玩具，在我面前用这招，真亏你想得出来呀！品尝的是你痛苦的哀嚎啊！来取悦我吧！我记得你是上次和我搭话的那个人偶。没错没错，是我莉莉。真高兴你还记得莉莉。漂亮的姐姐，你是来见莉莉的吗？不，你想离开这里。好可惜好可惜，明明不行啊，我什么时候允许你说话了？叽叽喳喳，每句话都要重复两遍，吵死了。玩具就该有玩具的样子，安安静静才讨人喜欢。不过也好，我正在找你呢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上次你是怎么说我的来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没人要的孩子，胆小鬼，看了真可怜。你的
子可真不小啊，让我好想把你撕开，看看你这小身板里究竟哪儿藏着这么大的胆。为什么不愿承认？莉莉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明明知道，就算再怎么互相安慰，你就是你，他就是他。他的姐姐、朋友，那些关心他、爱护他的人，会用一样的眼神看你吗？会吗？会吗？不会的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又危险又病态，是一只怪物。布罗尼亚就要来了，你猜他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？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，还想改变别人的目光？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但我一点也不想和你们交朋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讨厌你，因为你很烦人，因为你的说话方式蠢到不行，因为你嘎吱嘎吱的声音让我恶心，配色很恶心，关节很恶心，眼罩很恶心，头上两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更恶心，换成卷心菜说不定还更可爱些呢。光是看着你就让我感到不快，所以现在立刻马上让我送你去地狱吧，从我眼前消失就是你能做的最有用的事了。不要怕，今晚我心情好，保证会让你很疼很疼的。触手，你的意思是还要更多吗？跑断了都别停下来，不然你就要被我抓住了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漂亮的姐姐，莉莉喜欢你，但你不喜欢莉莉。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莉莉还有很多朋友。没关系，接下来就送你去作伴。好吧好吧，莉莉说服不了你。莉莉无所谓，但我们有所谓。莉莉可以让你离开，但我们不能让你离开。莉莉会把你做成一个很漂亮、很漂亮的人偶的。抓住你了，哎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
你身上的线消失了。准备好遗言了吗，我的小羊娃娃？啊，羊娃娃听着真令人开心。但是遗言？不不，还没有到说遗言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约翰多伊死了，但约翰多伊还活着。米拉里莫走了，但米拉里莫会带他回来。只有可怜的杰瑞巴伯拉，但是他很伟大，很光荣，他永远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。漂亮的姐姐，不要忘了，不要忘了，我们始终在你身边。看到了吗？这是西亚的胜利。耽搁了点时间，但总算到目的地了。出去以后就得把身体还给你了，有些舍不得呢。本来还打算趁这个机会对布罗尼亚做些有趣的事，不过算了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好了，闹剧该收场了。希尔，啊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在那个人偶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来得正好，本来都打算放过你了，但你自己送了上来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普罗尼亚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那边的敌人已经收拾掉了吗？不愧是姐姐。啊，姐姐。为什么一直盯着希尔看？你不是希尔，至少不是布罗尼亚熟悉的那个希尔。真是的，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希尔就是希尔呀。布罗尼亚见过你，在量子之海里，你曾经出现过。你说，你是寄宿在希尔体内的另一个他。唉，原来你记得。我还以为正常人都会当作胡言乱语忘掉呢。普罗尼亚记得希尔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依然是离开支配剧场，对吗？人偶们在朝这里聚集，不希望我们接触到那道空间裂缝，那就是出口。啊，要和我并肩作战吗？上一次见面我们可是敌人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对于希尔信任的人，普罗尼亚也会予以百分百的信任。嗯，好吧，那就小心别被误伤了。Yeah!
裂缝张开了，就是现在，抓紧了。鹰湖基地，我们回到现实了，但是想必博士们今晚睡不了觉了。这儿还有个人哦，就是那个杰瑞什么什么的吧。把这具尸体带回去报告吧，我要走了，后面的事交给你和他喽。等一下，我们彼此还没有做过正式的自我介绍。啊？自我介绍？这种事你去问希尔不就好了？布罗尼亚姐姐的疑问，她不可能不回答。我倒想听听她准备怎么介绍我呢。不，布罗尼亚更想从你口中知道这些。布罗尼亚一直知道希尔有自己的秘密，自从知晓了你的存在，过去许多怪事似乎都有了解释。回过头想想，我们还在孤儿院时，希尔就偶尔会有完全不像他的行为，这种事瞒不过布罗尼亚的眼睛。比如呢？举例来说，希尔从不挑食，但你只钟情于自己爱吃的食物，那些讨厌的你会把它们偷偷倒在杏马尔盘子里。啊？希尔口味偏甜，但你喜欢刺激，有好几次煮汤用的番茄罐头被人换成了辣椒罐头，那也是杏最讨厌的东西。另外，希尔最爱读书了，但你一碰书就犯困，还会趴在书上打瞌睡，纸页都被沾湿了。等一下，你脑袋里都记了些什么呀？这些变化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，你和希尔的性格习惯完全不同，甚至连发呆时的小动作都有天壤之别。不如说，这么明显的区别察觉不到才奇怪吧。那家伙还自以为藏得很好，没有人知道呢。既然希尔想保守这个秘密，那旁人也不应该点破。但布罗尼亚还是想再见你一面，想知道更多你的事。你究竟是谁？我还以为你想问什么呢。如你所见，我是个危险、残忍、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怪物。我是另一个希尔，寄宿于他体内，因圣痕而产生的第二个他。原理层面是这样，如果你要问哲学上的事，那我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。我和他不一样，讨厌思考多余的事，只喜欢蹂躏的感觉，无所谓是敌是友，只要出现在我面前，那就是我的玩具。所以不用感到惊慌，你的希尔还是那个希尔，坏事都是我做的，和他无关。那不是坏事，是你对他的保护。无论是对性的报复，还是量子之海中与蛇的交易，你的出发点都是希尔，他生性不喜欢战斗，所以你代替他战斗，想让他远离危险。你想太多了，我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善良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也得陪着一块儿走，所以我才要保护他。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罢了。还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太没用，害他总是那么辛苦，我不得已才帮忙的。你可要好好反思一下。布罗尼亚会的，谢谢你一直陪在希尔身边。都说了不要谢谢我，对他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在我控制身体的时候，希尔会睡去，想必这个时候他也还在梦中担心你，叫着你的名字吧。
那家伙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有很多事想和你去做，但他总在关键时刻畏畏缩缩，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，看了真叫人着急。啊，要不干脆趁现在，算了算了，他肯定会生气的，我替他说出来也很无趣，还是等有朝一日让他亲口告诉你吧。唉，总之之后也拜托你继续照顾他了。若年会的。好了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突然舍不得我了？除了战斗以外，你很少出现，布罗尼亚也没有和你交流的机会。就算想了解你的事，希尔不开口也没有办法。不过，今天布罗尼亚印证了心中的猜想。就算你一直说着故意惹人讨厌的话，做出夸张的举动，想让别人害怕你、远离你，但那也不是你心中真正所想。你是希尔的另一面，你们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布罗尼亚放心了。唉，是我对这个世界理解有问题，还是那家伙的天真会传染？为什么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？行吧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叫你是希尔最亲爱的姐姐大人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布罗尼亚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希尔就好。嗯，好像没什么区分度啊，不可以叫希尔哦，不然你可以猜猜看后果。索性简单一点，需要特质的场合就用黑希尔和白希尔吧。嗯，有点奇怪，不过还算可以接受。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沿用普通的叫法吧。再见了，希尔，下次见面时再多和布罗尼亚说说你们的故事吧。触手，你的意思是还要更多吗？几个小时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好担心自己漏掉了什么细节。细节倒是没漏，就是你谦虚过头了，对自己的精彩表现只字不提。你的贡献那么大，干嘛不告诉爱因斯坦？至少展开讲讲逃离剧场那部分吧。要是换我来，报告时间至少可以翻一倍呢。嗯，我就是不想拖那么久呀。不过关于你的事就那样报告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又没说谎，你的确是靠希尔的力量打开了出路，不是吗？姐姐大人在一旁也没说什么，看来是不打算戳穿我们。我明明都已经准备好向大家介绍你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别了吧，有你一个就够我受的了，认识了你的朋友们岂不是更麻烦？我最讨厌麻烦的事了。维持现在这样就好，没有多余的烦恼，我也只用照顾你一个，挺好的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的存在，不只是布罗尼亚姐姐，还有罗萨利亚、莉莉亚、提安娜、博士，所有关心我、照顾我的人，他们应当知道我身体里的另一个我，和我一起长大，同生共存。你是我无法分离的一部分，我们在一起
才是希儿的全部。我希望我的朋友都能成为你的朋友。哎，行行行，等我哪天有心情再说吧。没准我会突然来了兴致，抢走身体的控制权，站到桌上，一边跳哥萨克舞，一边大喊我是希儿。到时候看你那群朋友会怎么想。你希望的话，但最好先换身衣服。喂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这种事只有罗萨利亚才做得出来吧？啊！现状比我们想的更糟呢。博士们一整晚都没合眼，大家也忙得焦头烂额。在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也收到了返程指令，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之后会变得更加忙碌吧。你还是要继续掺和的，对吧？反正我也脱不开身，需要我出场的时候尽管告诉我吧。说到这个，从支配剧场回来后，人偶还和你有接触吗？没有了，都那样拒绝他们了，恐怕以后也不会缠着我了吧。不过怎么了？不，我也不敢肯定，只是在离开支配剧场的时候，有个人偶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只是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感觉让人十分在意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朋友还有很多，我们还有很多，每个人都有无法走出的阴影，每个人都有难以弥合的裂缝，每个人都有不愿被发现的另一个自己。大家都是笼中的囚鸟，都是舞台上的伶人，都是支配之下的木偶。看吧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！静粛に、静粛に！さあ、今から次の戦略を。